好痛。奔跑吧第十季第二期的节目上线了，这一期的节目掌握了新的流量密码，周深和蔡徐坤组队了。这一期节目大家都好亮眼，在520这个浪漫的日子里，周深参与的奔跑吧节目如约而至。看到十种玫瑰花，大家是不是特别兴奋呀？在第一轮守护花名环节，可以说周深对这个游戏毫无参与感。知道长得高的坏处了吧，坤？周深啊，卡，太快了，毫无参与感的游戏。这个游戏真的有开始过吗？哎呀，我电话一通通很快。James， 不要再打了，交不起话费。本期节目的第一个环节是花名手绘战，但是守护花名环节刚开始，周深就被李晨 out 了。不禁发出疑问吐槽，这个游戏真的有开始过吗？游戏刚开始就被喊了 out， 周深真的是游戏体验感为零。游戏开始是开始了，就是结束的快得有点意外，周深还没玩就结束了，真是得差评。在职业版惩罚环节，笑点是太多了，这个经典的惩罚真是名不虚传。奔跑吧经典惩罚中的 top 职业版果然是名不虚传的，经历过的人没有说不疼的。这次轮到周深了，在跳板打开的那一刻，周深和指压板的亲密接触就在一瞬间，带来的疼痛却足以让周深回味了。周深，周深痛到这个脸都要变形了，而且他还用手去接触指压板，果然这次是手和脚都要一起痛了。一看周深就已经是满脸痛苦的手舞足蹈了，这还不是最惨的了。周深选人环节被三次伤害，周深所在的白队被拆，队长毛晓彤没有丝毫的留恋，他毫不犹豫就加入了红队。周深只能表示一点点不舍都没有吗？两位旧队员蔡徐坤和周深内心受到了巨大的冲击，这还不是对周深唯一的一次伤害。没想到之后绿队队长白鹿在周深和蔡徐坤中选择又是表示想选强的，这次受到二次伤害的是周深，立马追着白鹿跑了几个来回。你这么说我跟你讲，说谁是弱的呢？什么意思？好吧，现在白鹿都不敢看我了。我刚才挺，可是白鹿居然一本正经地说，我刚才挺对不起周深的，所以我选蔡徐坤，直接对周深造成了完整的三连击，这就是现实版的不堪一击的友谊了。果然奔跑吧第十季加入了周深之后，笑点真的是多了很多。奔跑吧九年十季其实在中间就有过低谷了，比如邓超、陈赫、鹿晗刚刚退出的时候确实是很大的打击，后面加入蔡徐坤也算是用流量来吸引了一批新的观众了，这次还加入了周深也是一大的创新，毕竟周深真的是有点笑料在身上的。在接下来搬道具的游戏中，看到周深认真努力的样子确实为他捏了一把汗，好在游戏环节顺利过关，要不然周深肯定会自责，他一次又一次的调侃自己没有力气了，但还是坚持将道具摆在了规定地方。特别欢乐的一期也是花特别多的一期，你们喜欢吗？就那样喊口号，一二，是一二，步调别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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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抬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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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手换是往下换，慢慢抬，三，拿腿支一下，对，拿膝盖支一下，顶一下，然后别着急，别着急，推一下，把它推推稳，推推稳，推推稳，对，把每一个环节都推推稳。